啊，那好，来，接下来，现在我们有个难题，怎么办？什么难题？观众点了杨宗纬不会唱的歌，没事，可以的。你可以吗？可以，我有爱心。其实一定要记住，我今天唱剧。这是就相当于什么？突然有人给你出了一道题，可是你没有任何准备，那怎么办呢？只能怪自己没有准备，对吧？对呀、啊，那还能怎么办呢？跟我有关了，所以我跟你一起唱。哎呦，没关系。我就唱我会的，能不能不摸着努力努力不笑，哪里哪里哪里努力能够奇迹奇迹飞飞飞飞飞奇迹奇迹飞飞飞飞飞能不能你搂我大地的你顺手好的能不能走速飞飞飞奇迹奇迹飞飞飞飞奇迹奇迹飞飞飞我就爱给你我只能说杨宗纬你好勇敢，不好意思，看到前面那些歌词什么什么不笑啊，像看天书，对他居然就敢这样唱，你知道眼睛里面看到字，然后马上把它说出来，这样速度准确率有大概达到10%，没有，就请电视机前面有修任何韩文的啦，还有这个朋友不要就忘了那一刻就好，忘记就好。OK， 好，但是呢，大家都很支持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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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场外的票数呢也一直在跳动。